前段时间 TVB 综艺节目《邓志坚戴假发自称扮江涛》遭遇江涛粉丝不满，称他不懂得尊重人，但江涛并没有责怪对方。我觉得即系 artist 都系为咗令大家开心啫个工作，所以我都希望大家以一个轻松啲嘅心态去睇每一件事，即系包括呢件事都系。有啲网民话唔尊，即系唔尊重人啊咁嗰啲话，即系攞你嘅。又唔會啊！我自己都覺得冇任何唔尊重我自己都係啊，即係我自己都好開心睇到有人去認識我咁樣去做，係咁樣。跟 B 都好中意模仿咁，係咪啊？四大天王，不如模仿你啊！我哋都成模仿。唔使唔使唔使，我唔使到，唔使嘅，唔使嘅。我自己都冇任何即係任何嘅意思，係啦係啦，我自己都。即都好開心，因為其實都代表住大家係認識你先做呢個行為啫嘛。我可能有部分 fans 係比較激動嘅，係啊，都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。咁你講翻對唔住啦，依家係啊，啱咗啦。我又好主觀嘅呢啲紅唔紅嘅問題，所以就亦都希望越嚟越多人認識我哋 Mira 咯，係啦，咁樣。冇啊，咁都冇噶，咁叻仔嘛，叻仔就有人扮噶啦，係啊，係咯。莫人怕出名，姜圖怕你啊！非常之好呢個 ending， 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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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